那个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们做职业运动的，基本上别人的放假就是我们上班的时间，跟我们准备的时间。不过还是再一次感谢大家在大年初二，就全部大家都很不时的准时的回来球队报道。那另外球队这边有准备了一点小小的心意，红包。一张，快乐。博章，因为他没力了。OK! Oh.